茅特战士全都倒下了，没有满能量，不能继续战斗了。我好怀念他们战斗的画面，只要我们还相信光，有了光能量，他们就能站起来继续战斗。茅特战士全都倒下了。没有满能量，不能继续战斗了。只要我们还相信光，有了光能量，他们就能站起来继续战斗。茅特战士全都倒下了。没有满能量，不能继续战斗。放射物质的衰减像有害物质的铯要33年，而布要24000年才能消灭。这次袭击石油勘测站的怪兽可以说是海的生物受到地下核爆实验的影响突变以后产生的原子，今后它的代码就是雷伊洛斯。迄今为止人类进行实验种下的恶，现在终于要人类自己来承受。海洋是我们大家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使大海受到污染。放射物质的衰减像有害物质的铯要33年，而布则需要24000年才能消灭。这次袭击石油勘测站的怪兽可以说是海的生物受到地下核爆实验的影响突变以后产生的变形体，今后它的代码就是雷伊洛斯。
迄今为止，人类进行实验种下的恶果，现在终于要人类自己来承受。海洋是我们大家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使大海受到污染。亲爱的小朋友们，对不起了，我是你们的奥特哥。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来地球玩了，我们就快没有能量了，就快要消失了。小朋友们，我们走了后，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好好学习，快快乐乐的长大。再见了，小朋友们。奥特战士全都倒下了，没有了能量，不能继续战斗了。我好怀念他们战斗的。战士全都倒下了，没有了能量，不能继续战斗了。我好怀念他们战斗的画面，只要我们还相信光，有了光能量，他们就能站起来继续战斗。怎么奥特战士全都倒下了，没有。